我们台南三重三横，国一国三六十一号，那横的我们国八跟八十四八十六，这个这样来，但是台南市的人口聚集其实在这里，所以你等这边设科学园区，又没有把科学园区的机能设计好，我就觉得这种设计不够好。以后凡是设计一个，它就能在机能在那里，不要再跑进跑出，增加我们很多社会负担，社会成本负担太大。第二，要做一个这么大的建设的时候，它一定会带来什么冲击，所以应该相关的设施、交通什么通通要弄好啊。这一条快速道路，也就是北外环，就等于第四条横的这个尽快。那明年三月，这个处长看起来就97%了嘛，而且也盖得不错，这个一定要如期。然后二期现在准备发包了嘛，这个一定要发包出去。然后四期，哦，赶紧，还在规划，还在一个赶紧。那一期这个一期已经好了，现在三期通，二期发包，啊，规个四期嘛，规划起来。这个重的61线来到家，规个刷好落来。啊，我是感觉台南市是非常好的，这个有条件创个更加水。给他的非常谢谢了哈，啊，希望带给地方大发展。